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舒瑜。每一个人都有运动的权利，为了保障身心障碍国民运动权，教育部体育署推出了许多企划，而企划的内容有些什么呢？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中心的潘正成教授来为我们详细说明，接下来就一起来看看吧。教授你好，我们都知道体育运动是基本的人权，想要请问在台湾为了巩固身心障碍国民运动权，有没有推行什么样的措施呢？有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相当的重要哈，因为我们在保障身心障碍的国民运动权哈，我们体育署哈，我们从很多的活动以及很多的资源哦，大家一起共同来去推动，有很多的措施，例如说我们有运动爱台湾的计划，然后我们跟了直辖市、跟县市政府以及很多全国性的身心障碍体育运动团体合作。我们呢，记得我们在105到110年间，我们推动了超过2300项次的身心障碍体育活动，而且最令人开心的是，有超过98万人次的参与。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透过一些组织啊、活动的一些桥接哈，我们让身心障碍者其实有更多活动参与的机会。而且最令人觉得感动的是啊，我们在110年的时候，我们推动了爱运动动物爱的巡回运动指导团计划，你知道吗？这样子我们可以把运动人力能够送到我们的运动场域，例如我们的运动中心可以开办很多合适身心障碍者的课程，然后所以让这样身心障碍者可以在运动场域跟一般的伙伴能够一起参与、一起上课，甚至在同个课程里面都能够出现，我觉得就可以让我们身心障碍者在整个运动在可以在社区出现，然后成为大家一起生活的日常，我觉得这是令人感动的事情。而且我们在资源整合面呢，事实上我们最近体育署也委托了台师大建置一个脸书，它的名称大家可以私讯去搜寻看看，它叫爱运动动物爱身心障碍运动资源分享区的社团，所以它提供一些很多在行政推广的人力以及教练有一个及时平台的交流。而且我们有一个非常漂亮的 logo， 爱运动动物爱的 logo。这个 logo 呢，我们是期望能够透过一品牌的行销，传达一些我们的计划的精神，以及理念我觉得大家都能够创造这样种社会支持友善的氛围。我觉得让身心障碍者一起能够爱运动动物爱 ，Together We Move。而且要依据我们的 CRPD， 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扩大倡议。体育署跟台师大协力我们也跟了一些主流运动的新媒体合作，所以在这样的平台我们推动很多的资讯，以及我们拍了很多的运动倡议短片。那我觉得我们这个专案也已经有超过100篇的采访跟影音，我觉得这样子的东西给我们所有的国民一起来参与去共享这样的资源，然后一起来支持，是一个我觉得是我们体育组现在一个很好的方向。谢谢教授详细的介绍，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上脸书社团来搜寻爱运动动物爱身心障碍运动资源分享区来看看。